天空日月，土地青稞，山原峡谷，民族的走廊蜿蜒曲折。左肩牦牛，右肩雄鹰，格桑花开，牧人的微笑灿然淡放。这里是世界的秘境，纵然曾历苦辛。 但鲜艳的色彩四处铺洒，歌唱与舞蹈永不停歇。神山秀水的世外桃源中，阿爸带着热情朴实的笑容，将他们的故事携弦舞蹈，放声歌唱。 2018年9月，大型历史藏戏《松赞干布》在四川省阿坝县演艺中心上演。悠长奔放的歌声，壮阔宏大的气势，唤起了这片土地最初的记忆。 唐贞观12年（公元638年），建立了吐蕃王朝的赞普松赞干布陈兵于松州边境，试图以武力威胁唐太宗出嫁公主。然而，大唐精兵的一场奇袭消弭了两国间的烽火，松赞干布引兵而退，遣使。 入朝谢罪。为安抚吐蕃，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当时先进的技术和宗教文化，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局面。此后，一个古老的地名逐渐形成于松州之西。 唐蕃边境之上，这就是阿坝县。阿坝县自古就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通的重要通道，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是各游牧部落之间竞相争夺的宝地。 松州之战后，松赞干布格外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遂从西藏腹地阿里地区迁民至此，定居繁衍。为了记住自己的来处，这些东迁的迁民们自称阿里娃。随着时间推移，语音发生变化，简称为阿娃，汉字写作阿坝。 其藏语含义就是阿里人居住的地方。那么就随着这个他们的繁衍生息呢，这个地方就逐渐，人丁兴旺，牛羊成群，经济逐渐就发展起来。阿坝这两个字记载的是这个地方，记载的是这里的祖先的血脉，我们都是阿里娃。清康熙年间。 今天的阿坝县全境被纳入四川松潘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此地形成11个大部落、37个小部落，这一区域统称为阿坝。1954年1月，阿坝开始建县。1956年3月，阿坝正式完成县建制。随后，废除了统治当地数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使当地数万农牧民获得了自由。 新的阿坝由此诞生。100年来，多民族在这里融合激撞，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也形成了今天多民族共同繁荣的景象。阿坝县因此也被称为川西北地区重要的民族走廊。连绵起伏的山川，纵横交错的江河，珍稀多样的动植物。 在川西高原的这片热土上，演绎出自然造化中壮美灵动的山水风光。阳春3月，阿坝草原依旧冰天雪地，寒气袭人，春天好似遥不可及。由远及近的夯墙歌，年年唤醒阿坝草原的春天。每年3月底4月初，阿坝安多地区进入夯土墙的黄金季节。在阿区河谷地带，沿河两岸分布的乡镇和藏寨，处处可见夯土墙的热闹场面。数百人齐聚一起。 夯土墙建房屋，热闹非凡。女人们或用背兜背负，或用铁锹铲动夯土墙的湿泥土；男人们则用夯杵将黄土用力夯打密实。劳动的人们分工合作，秩序井然。 简短的歌词，明朗的韵律，在这片河谷之地已经传唱千百年。史料记载，阿坝县气候温和，尤其阿区河谷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很早就有人栖息于此。为了度过严冬的风霜，躲避夏季的雨水，人们用黄土材料、木头夹板。 夯锤夯筑出最初的土墙，然后伐木为梁，灌丛覆顶，形成了最初的土房建筑。夯土建造这个房屋的话，其实有许多的讲究。除了非常考究的这个技艺以外，我们一般建房的这个3层需一般的时间都是3年的时间，1年夯一层，第一层。 夯好以后，它要经过日晒雨淋，变得非常结实了以后，第二年才能夯住第二层，第三年夯住第三层。在悠扬的夯歌声中，墙体一尺一尺往上增长。阿坝的夯土墙民居遵循就地取材、直接使用的建造原则，朴素自然。 其建筑外形看上去已经与山川融为一体。聚落的选址极为讲究，通常选取南向山坡中下部的位置，以便接受最多的阳光照射和抵御冬季的风雪。墙厚院宽，外朴内秀，外不见木，内不见土。 这种堡垒式夯土平顶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独具特色。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产生的这样一个藏族的传统民居它的构建符合了多元素的一个空间系统，满足了咱们这个乡土社会特殊的居住环境中的物质和精神的这个需求。 从夯土出发，与自然互融共生。这里的人们至今遵循古老的传统，尊重自然的法则，传承夯土的技艺，用自然的馈赠、纯熟的技巧，建造坚实、致密、浑朴的高原民居。这些建筑根植于当地风土，质朴无华，俨然土地的 守望者。从空中俯瞰阿坝县，连绵的群山如荡漾的碧波，一直铺陈到天边，与白云苍穹相接。碧波间， 有条名叫日阿曲的河流，在高山和草原间划出一块村落。村落遗世而独立，被称为神座，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清晨的神座村格外宁静。 年逾古稀的昂唐一早便开始忙活，他的一天是从为客人准备最地道的藏式早餐开始的。这个叫来宾，这个叫酥油，牦牛奶里头提炼出来的酥油。但是今天的主餐，这个叫糌粑，糌粑是我们的主食。 一天离不开，你看。糌粑是藏族人最爱的主食，青稞粉、马茶、大块的酥油、奶饼以及奶渣，这是神座人做糌粑最喜欢选择的搭配。富含热量的食物组合，为高原上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命能量。 山脚下，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正在神座村的民宿里享受着藏式早餐，而在不远处的高山草场上，有群特殊的客人也正在享用着他们的美味。川西高原是我国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生态环境优良，让野生梅花鹿频频光顾。 这里也是他们生息的家园。地处川西高原的阿坝，由于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农牧林兼营，物产十分丰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坐落在日阿区河西侧的神座村，神山环绕左右。它和阿坝的许多古村一样，是川西高原商贸繁荣和文化繁盛的历史见证。 神座村分上寨和下寨两寨，随着茶马古道衰落，古村渐渐衰寂，但许多百年以上的老宅幸运地保留了下来。整个神座呢，首先从生态为目标呢发展经济，这样呢就青山绿水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神座村是典型的藏族夯土民居村落，结构是一样的，还是木头石头。昂塘动员村民不仅保护老宅，甚至在新建或加建住房时，在材料上依然采用传统夯土和天然木材，延续当地藏族传统土木雕房的色调与风格。但南向屋墙改用大面积玻璃，并增加阳光暖房。 以此丰富传统阿坝藏族民居的使用功能，内部木框架则使用更加规整的构件，从而使室内空间更加开阔明亮。统一规划和整体开发，让神座村的古村风貌得以完好保存，百年老宅的旅游价值也凸显出来。 顺理成章地搭上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全域旅游的发展快车。在政府部门的扶持下，神座村完成了道路改造和基础性设施建设。只有57户人家的藏族村落，也通过组建生态旅游合作社、生态牦牛养殖场等集体经济组织，带动了村里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又反哺了旅游业。神座村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文明示范村。神座这个地方本身是与世隔绝嘛，所以说我们就 请了很多年轻的游客，每个游客是我们的宣传员。只要有机会，我们就通过网络宣传出去。我们就通过这些网络，让更多的人了解神座、认识神座、宣传神座。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神座村声誉鹊起，赢得了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称号。 在游客们的口中，神座村是名副其实的神仙居住之所。2019年7月，川西高原最美的时节，四方宾朋齐聚世外桃源神座村，为阿坝神座特种4A 级景区授牌，这是阿坝县第一个 A 级旅游景区。 秘境阿坝褪下神秘面纱，神仙居所走进万户千家。村庄还是那座村庄，但阿坝却已换上新颜。2015年9月，第5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几位来自阿坝县的藏族姑娘和小伙盛装以待。他们身上色泽瑰丽的长金绸缎，精致考究的藏族纹饰，琳琅满目的华贵配饰，引起了观众的瞩目。 这段高光时刻是贾巴珍贵的回忆。每逢贾勒桑民族传统裁缝技艺学校有新学员加入，贾巴就会展示这段藏族服饰走上国际舞台的故事。年过花甲的甲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甲勒臧民族传统裁缝技艺传承人。 他从17岁便开始接触藏式传统服装的裁缝技艺，凭借着精湛的手艺，甲巴成为各莫乡远近闻名的裁缝师。乡亲们都喜欢邀请他来家中量做藏装。多年丰富的经验积淀，让他练就了仅用一根针缝制单、夹、皮、棉、纱等衣服的技能。 他缝制的传统藏装深受农牧民群众的喜爱。2010年，甲巴被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一所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聘请为传统裁缝技艺老师。几年前，他带着家人回到各莫乡，建立民族服饰传统裁缝技艺学校，招收青年学员学习民族技艺。 不仅所有费用一律免除，还给学生提供食宿条件。为了让传统藏族服饰能吸引更多年轻人。 甲巴还特意邀请藏族服饰的传承人一起参与到教学中来，他想让学员们了解藏族传统服饰的特点，真正爱上藏族传统文化。大气风，这个杨格西呢是一个野花，你们怎么人？藏族服饰元素渐次丰富，针对不同面料的制作方法也不断创新，用民族技艺缝制的藏袍走上舞台，传统服饰焕发出时尚风姿。 成为解读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文化的一张名片。近年来，阿坝县着力推动特色文化保护和传承，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销中心，一大批民间技艺传承人重振信心、重拾技艺，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和投入。 这种生产性保护模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鲜活的独特魅力。除了藏族服饰，精细入微的唐卡，芳香四溢的藏香，古老悠久的藏旗，源远流长的藏文书法，一项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诠释着阿坝县作为藏羌文化走廊腹地的厚重历史和文化，世代传承，历久弥新。每年3月下旬，曼泽塘湿地，水草还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天地间仍旧是一片万籁俱寂。一连串由远及近的鸣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种神奇的大鸟成群结队地自南方缓缓飞来，灰黑羽翎朱砂顶，它们是黑颈鹤。 每年冬季，生活在曼泽塘湿地的黑颈鹤就会飞往南方的越冬地。次年春暖花开，黑颈鹤北飞，回到故乡繁衍后代。这一路万里层云，千山暮雪，但迁徙却从未停止，年复一年，生命轮回。 此时，正值黑颈鹤筑巢求偶、繁衍后代的季节。泽木多是阿坝县摄影家协会会员。每当黑颈鹤即将迎来新生命时，他都会带着儿子去曼泽塘湿地进行蹲守摄影。哦，黑颈鹤在哪里？你看嘛，每年子都这一家子黑颈鹤要迁徙到这里来。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相当好，所以就。 每年都要他们要这里来，想回到家里，这也是他的一个家。曼泽塘湿地有着十分完整丰富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百转的溪流切割草滩，形成无数浅浅的水洼和松软的草墩。恰是这些水洼和小岛，给黑颈鹤提供了栖息之所。 今天你看见那娘妹蛋也是，每年都有娘妹蛋，但是呢，这个娘妹蛋呢，在一个或者是3至4个星期就孵化出来了，就成为小鸟了。在满泽塘黑颈鹤，还有黄鸦，还有很多鸟类的，然后就有金雕，还有野狼，还有藏狐、狐狸，生活很多动物在这里。 常年的观察和拍摄，让泽木多看到的不仅是生命的顽强，更有湿地生态的变化。位于阿坝县东北部的曼泽塘湿地是若尔盖草原湿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更是阿坝县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 科研人员每年都会前往曼泽塘湿地，对这里的水文状况展开实时监测。他们将水文测量和气象监测密切结合，为曼泽塘湿地生态监测系统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保障。早在2002年，阿坝县还建立了阿坝曼泽塘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配备了管理和巡护人员。 日夜守护着青藏高原东南缘的这片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加上当地藏族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浓厚，这些保护措施让曼泽塘“地球之肾”的美誉实至名归，也赢得了生性机敏的黑颈鹤的信赖。每年春天，它们都会如约而至，给这片湿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我在土生土长在这个满泽塘湿地的，一直在我在，跟踪拍摄，但是呢，每年的黑颈鹤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说明我们满泽塘湿地的生态越来越好了。事实上，在全县开展生态治理、实施生态保护行动，一直是阿坝县生态立县的重要举措。 距离曼泽塘湿地西北方向40多千米，是藏区群众心目中的神山——莲宝叶泽。莲宝叶泽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就一直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提高景区的水源涵养，不过度人工开发，保持景区的自然性和真实性。 从层叠森林到清澈湖泊，从湿地草甸到人文风情，自然造化赋予阿坝山和水一世独立的风骨，而人们的精心呵护，让这天地大美亘古流传。每年春天，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拿马泽旦就会带着徒弟们来到麦昆乡附近的山坡上采集泥土。穿过危险密布的陡峭山林，他们仍需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采集点。这是一处隐藏在深山里的秘密地带。 日格扎村制作的黑陶古朴原始，远近闻名。这里的泥土是他们能够制作出上乘黑陶的关键。陶是将具有可塑性的粘土经水浸湿后成型干燥，在高温中烧造而成的一种坚固制品。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发明了制陶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烧制和使用陶器的国家。 纳玛是拿马泽旦的师傅，他是阿坝县当地有名的黑陶制作手艺人。在他的指导下，很多学徒逐渐掌握了原始的制陶技艺。藏族黑陶至今仍然使用世代相传的古老工艺烧制而成。 从采集陶土到陶品问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就的功夫，需要用双手和时间打磨而成。刚采回来的泥土要自然晾晒几天，晾干后的泥土筛选的过程十分严格，经过数十次的捶打和过筛。 挑选最精细的粉末来发水炼泥，最后再用塑料膜包裹发酵1个多月才可以使用。去性后的泥土细腻温润，等待它的就是匠心独具的创造。拉坯、打磨、抛光、细雕。 那么，在这些泥坯上倾注的不仅是耐心，还有无限的憧憬。阿坝县地处川青甘3省交汇处，这里有个独特的节日——扎虫节。在藏语中，扎意为陶器，虫意为市场。所谓扎虫节，就是以陶器交易为主的商贸盛会。 它始于18世纪末，最初是当地人诵念经文的聚会日，到19世纪初，逐渐成为隆重的民俗节日，吸引了大批来自青甘2省的商人来此集会贸易，商业发展初具雏形，而陶器就是最主要的交易物品，其中尤以通体炭黑、庄重神秘的藏式黑陶最受青睐。 扎虫之名由此而来。在扎虫节的带动下，阿坝县由一个川西高原的小镇，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川青甘3省结合部最繁华、最具影响力的物资集散地，被誉为“高原商城”。1985年2月。 阿坝县决定恢复扎虫节。扎虫节在保持商业贸易主题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活动空间和内容，使之真正成为1年1度汇集8方客商和游人的草原商贸盛会。 入窑烧制，土黄色的陶坯被小心翼翼地放入窑坑，然后他们将当地特有的牛粪覆盖住整个窑坑，用牛粪熏制黑陶的烧制方法，是它们与其他陶器最关键的区别所在。神奇的变化正在窑内酝酿发生。3天过后，开窑的时刻到了。擦拭表面的炭灰，每一件陶器都漆黑如玉，光亮如镜，润泽如油。 他们即将跟随那么走进扎重节。2017年7月，随着阵礼炮声。 具有100年历史的扎重节在阿坝高原拉开了序幕，来自川甘青20多个县的3万多名观众徜徉在欢乐的海洋里。商贸展销会上，黑陶作为扎重节的文化名片重放异彩，让远方来客无不惊叹称奇。几个世纪的民族大融合。 文化大交融、经济大发展，让这个最初以土陶交易为主的偏僻村庄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这场因陶而起、因陶而盛的独特节日，了解了川西高原这方美丽圣洁的土地。 炉火升腾，风声猎猎，秘境高原，历史翻开新页。长河静谧，梵音袅袅，雪山玉立，仙鹤如期归来。阿坝，数千年来，它始终保持着朴素的微笑，像黑陶表面1寸古拙的光。 亲切而有坚韧的力量。日光清澈，经幡飞动，河源峡谷，山巅之上，阿坝人吟诵着祝福的低语，把他们对未来的热情与向往送去远方。 阿坝县这片历经沧桑与传奇的高原商城，带着希冀和梦想，从秘境中走进时代新华章。